被人控制住的话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奋力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吧。风格特殊的跑酷动作游戏 Vector 要玩家在都市丛林间以各种细腻的动作不断的奔跑跳跃，每次跳跃或下滑的步伐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，要是稍微一点失误，可能就会被后头死命追赶的家伙给赶上了哦。熟记一路上的场地和道具配置，想办法获得更多的奖励吧。